拜是屏东东港的樱花虾，网络顶有假的哦。有一个拿着怪亚穿军服的查甫人，摕着米白色的虾皮在卖，讲这就是屏东上正版的樱花虾皮。结果引起真侪人的讨论，敢讲有爱扒皮的樱花虾呢？屏东县长潘明安出面来背话，讲屏东的樱花虾，这个涉水鲜艳。另外，台湾人未甲虾皮讲作是虾皮，请大家认得清楚，唔通去哄骗去。最近网络顶关这流传这个广告，广告内底这位女上怪啊，突然搁穿军装，手内底捧着白色的虾皮，讲是来自屏东的樱花虾。不过，朋友啊，你真正甲想看卖啊咧？香港的樱花虾当时哪会无穿衫？台湾人不会讲这个虾米啊，虾米叫虾皮啊。第四个，这个颜色呢落差太大，这完全不是一个啊樱花虾。你看杜秋平的虾米，色水是白苍苍，不过正讲香港的樱花虾，色水是参像萨库拉安的粉红啊粉红。这白顶啦。吓啦，迄面烟花得啦，迄规个迄材料上做啦，啊，这要安怎爬？这要安怎爬空？拿来屏东都爱食樱花虾炒饭，这真正是一大享受。樱花虾皮实在是香公公，不过朋友啊，目睭都爱闭好金毛。人民正港的东港樱花虾，才是一定一个选择，千万唔通去学疯魔骗骗去哦。